感知和体验，认识到深刻的真理与规律，这叫做觉，觉者。所以《说文解字》解释觉，叫觉者悟也，就是你不回到自己的本心里去，打开内在的精神世界的话，根本不要觉。大家好，欢迎收看《生命觉者》系列。我们常常说生命和觉者，但到底什么是觉，又或者它是不是觉和教等同呢？去年冬至的那一天，我和立波老师呢在深圳相约，然后我们在喝酒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了立波老师身上这个中国士大夫精神带给我的这个澎湃的这个力量。立老师你好，过奖过奖，感谢您啊。我们聊到深夜，对吧？都没像往常那个时间去睡觉。对，当时你说你在做一个睡觉的一个项目，因为当时非常感兴趣啊。对，中国人讲这个睡觉啊，因为我是研究文字学，嗯，非常有意思。嗯，《说文解字》说睡者叫坐寐也。嗯，就是我现在想睡觉，肯定有一张床在躺下来睡，是吧？对。那古人说这个睡啊，这个字本意，嗯，它是坐着睡，坐寐，眠呢，它的本字就是那个目加一个名，息目也，眼睛要关上。嗯。但是解释到寐这个字又有意思了，将军白发啊，征夫泪啊，人不寐嘛，就那个寐，我一般古诗词里就把它的简单的当作睡觉。但是说文解字说寐者卧也，嗯，你看睡就是坐着睡，嗯，寐它就是躺倒睡了。但是我们一直睡错了。哎，对，天天睡其实都错了，其实都不错啊，但是它睡眠层次不一样。嗯，这个寐躺倒睡，躺倒睡你看它是旁边底下，它其实宝盖头底下有个片状的，那个片原来就是床的本字。嗯，但是这边有个胃，嗯，胃呢既从阴，嗯，但它也有这个意的这个成分。嗯，它就意解释叫什么呢？啊，就解释这个寐叫睡而不眠，这个就有意思了。眠就是合上眼睛，嗯，对吧？睡，你这个寐是睡而不眠，那就是不合上眼睛喽。哪有人睁着眼睛睡的？当然偶尔有《水浒传》里头写的，对不对？嗯，啊，你看还有一个字，嗯，寝，嗯，废寝忘食，嗯，对吧？这种寝是什么呢？是指神的睡眠方式。帝王的最后死了之后叫什么？灵寝，就他永远睡去了，升天了。寐呢，睡而不眠指的什么状态？回来倒在床上立刻就睡了啊，那个是奴隶的状态，就是他一天劳作过后啊，嗯，非常辛苦，倒头就往那躺去。但是他明明是闭着眼睛睡，为什么说他睡而不眠呢？嗯，那就和那个睡关键。嗯，啊，睡是这几个字里最关键的，他其实是讲的贵族有修养的，对吧？坐寐，嗯，坐寐之后，眠要息目，眼睛要关上。嗯，这个关上不是简单的闭上眼睛，嗯，它是眼睛不对外了，嗯，要反过来对内，观自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对吧？照见五蕴皆空，因观而照。嗯，这叫观照。哎，太精彩了，哎，太精彩了，这个漂亮了啊！它叫内观之法。这种睡，它其实对心灵身体的滋养非常。所以睡觉，觉是指沉睡进入醒来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叫觉者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觉醒这个词。嗯，但觉和醒呢，在训诂里头又不一样。嗯，那先说醒，我们先说醒来。嗯嗯，醒它是沉醉之后，神志渐清晰，叫做醒。而觉呢，是沉睡之后醒来，叫觉。那区别在哪儿啊？所以说文解字后来还引申觉的一种深刻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沉睡过后叫做这个觉？这个沉睡，就不是寐之后，奴隶呢，平民呢，只能叫寐，劳作之后倒头就睡。嗯，而贵族这个是有闲阶层，嗯，对吧？他们掌握社会资源，在远古啊，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嗯，他们要修养修炼，所以他们的这个睡是坐寐，嗯，坐着睡，其实就是静坐。嗯，静坐之后觉，这个觉是怎么？通过感知和体验，认识到深刻的真理与规律。这叫做觉，觉者，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佛家有觉悟，是不是？所以说文解字解释觉叫
觉者悟也。就是你不回到自己的本心里去，打开内在的精神世界的话，根本不叫觉，只是对外在的信息有了解，或者看了一些微信的一些文章，或者怎么怎么样，能说个好像头头是道，但是没有在内心世界里头达到观照的层次，不能叫觉者，因为没有悟啊。你可能有聪明，但是不叫智慧。所以佛家也讲这种状态。哎，你突然发现，儒释道居然都讲静坐，而且都非常重要的讲静坐，对不对？我们一般以为禅宗讲禅坐，对吧？道家讲打坐，这是因为俗世中我们看的比较多，但好多人不知道儒家第一讲静坐，而且儒家早在释道之前讲静坐。那儒家的静坐是在《尚书》里头就提出来，那么到荀子啊，那后面朱熹啊，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他最重要的法门其实就是唐建讲的这个静坐的法门，就是《大禹谟》里头说的：“人心为微，道心为微，为精为义。”允之觉中哦，这个是指静坐的，这是静坐的最高状态，当然也是人生的最高状态。今天我们从起因来提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对，这句话对当下太有意义了。人心为微，又从训诂上来讲，甲骨文里的微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人立微牙之上，所以牙为什么叫微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因为环境所迫，人的心绪情绪情感不由自主奔腾万状，就像这两天我看见那个股票在崩，股票暴跌，暴跌之前危崖之上，对呀，好多人都是这样，就是从悬崖边上的这种危险感觉，讲到股票的这种，马上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再次有一个悬崖，已经跳了三次悬崖了，再往下掉的时候，其实它其实是一种让我们了解无常和了解悟道的过程。你举的股市只是一个，马克思当年提出了第一个异化物就是金钱。今天第二个典型异化物，搜索引擎创作之初，它的技术原点叫超文本链接，它希望你点开一个链接迅速不停地导入下一个链接，所以这种模式一定导致你，虽然获取信息很方便，了解世界很方便，你会养成一种习惯，碎片化的获取方式，阅读方式，好，因此产生碎片化的习性，碎片化的情绪表达，最后最可怕的碎片化的思维习惯，就人格分裂者的春天已经来临。而且全民如此的话，它会导致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素质都在下降。很可笑的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家庭教育，对，所有的父母都有这个感慨。孩子上学之前，所有的妈妈都是淑女。孩子一上学，你尤其三四年级开始之后，你看吧，淑女就开始变魔女了。那个妈妈在那辅导孩子做作业，这个急呀、啊，又叫又跳，对不对？爸爸实在忍不住，能不能好一点？结果妈妈有一天生病了，换爸爸来。妈妈在屋里头听到外头一声暴喝，噗嗤一声，赶快冲出来，以为女儿被打伤了。爸爸舍不得打女儿，又急又气。五加三等于多少？53啊！结果一掌拍下去，摆在桌子上，把手给拍骨折了，是不是？前两天热搜新闻报的嘛。所以你看。为什么会是这样？教育方式有问题。理学以来的，我讲到书院文化。中国古代的书院文化，这就回到我们主题儒家。它主要上课方式是两种：讲会指会讲制。它其实非常像现在我们的学士会议，其实就是思想碰撞，很像我们现在。对，当然它是一个群体式，辩论的非常激烈。第一天辩论，那个朱熹脸色都变了。后来，他们是为了求真知。到最后你看陆九渊和这个朱熹谁都说服不了谁，辩了三天不欢而散。过了两年，陆九渊到庐山白鹿洞书院，陆贺死了，他爹死了，请朱熹给他爹写墓志铭。然后朱熹就给学生说，难得陆九渊来啊，这是大师啊，请陆九渊讲一课。陆九渊当仁不让，讲了一课，君子喻一义，小人喻一利，对吧？讲了好多人现场就是痛哭流涕啊。然后朱熹起身拜曰啊，执弟子礼啊，惜于诸生，不忘先生今日之言啊。后来把他刻下来，刻碑嘛，就是白鹿洞讲义嘛，非常有名。你看那时候文人的胸怀，我顺便说一句，对，他们的情怀啊。但是就是这个里头充满的是什么？理性的精神。
一定要少年立大志，它是打开精神空间的一种方式。十七岁的云清看到那个工人正好在山口煅烧石灰，脱口而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啊！粉身碎骨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那个王阳明十五岁逃学，然后跑到云清庙里头脱口而出啊：“公子大名垂宇宙啊，我来何处钓阴险啊？千古名联。”那个王勃写“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时候就十七岁。白居易写“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时候就十六岁啊。我这十六七岁在干嘛？对呀、啊，我们今天十六七岁的孩子，我说要么在做奥数，要么在打农药，对吧？为什么会这种差别？